分局辖区万丹乡万顺路二段与南北路一段路口于今日下午17时发生严重交通事故，杨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，沿万丹乡万顺路二段外侧快车道东往西方向直行，撞上前方同向同车道停等红灯自小客车及两名机车骑士，其中一名机车骑士送医急救后仍伤重不治。初步调查杨姓驾驶呼气94 0.67， 详细事故原因本分局将持续调查厘清。